弄他。这边能不能找过来？找得紧吗？太紧了，两边房子就这，我走了走了。把车子先丢这儿吧。不能动，不能动，先去广场，先去广场。哇，真猛了吧，婷婷，也要了好多级哦。我咋没感觉？有，至少有5级。哇塞，这个地震，哇，我妈呀，我完了，接了。我操！